哇，看一下，即将要关门了。哇，闭幕典礼了，即将正式在一点要正式要开始。现在是平壤的时间，是2019年4月7号的下午的1:05了哈。那即将呢将会举办的是闭幕典礼，在全场呢，你看全场这样有座无虚席的一个观众呢，可以看到所有的人为选手欢呼，真的是不同凡响。这个是整个特别参加万平台马拉松 Welcome participate 的第30届的部分啊。真的有。